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志，我是阿修耶。这一次终于睡饱了吧？睡饱了，睡饱了，睡饱了，睡醒了，睡醒了。最近呢，我还蛮想要打一个喇叭的，它是那个海贼王的联名款喇叭。那我在那个就是逢甲啊，还是一中找不太到这种牌子，就刚好有人跟我说太平这边哦有一场还蛮多这种海贼王的喇叭，而且它是什么正版的。然后刚刚我就开始巡台看哪一台比较好打，因为我想要打出来给观众嘛。然后不小心100多块夹出来这一颗，哦出了一颗100多块，我觉得这一台还算可以打啦。觉得还算好打啦，就是觉得打起来还蛮顺手的。然后我现在要继续夹其他的来看看，看你们多打一些送给观众。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，Go Go Go Go！ 好，那我现在因为枪尾已经被我打掉了，所以我们想办法打那边过来。那我觉得后面那颗先不要去动它好了，那边把那个死位把它挡住，我们去打旁边那两颗。旁边那两颗，把那边打过来。好的。换了超多银弹，就是为了要帮观众谋福利。来，瞬间枪位，一门就下来，一门就下来了。他的小编也是会稍微不服一点，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扣，然后扣捏打，刚打就是。捏上那个旁边捏到出货的，哈哈，应该要挡吗？挡，好像感觉会，感觉挡过来，说不定会反而比较卡，不好入左。会吗？你看，如果他打过来这边，他一直卡在左边，哦，怕会跑到左边去，左边去是就很难，就更难入左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慢慢打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继续。哇，扣到，没扣到。哦，他短肩不服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两爪去扣就对了。哎呀，又站了，又站起来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一边是比较宽啊？好像比较宽一点。站起来。哦，它这种海贼王的盒子啊，这边好像比较宽一点哦。然后这边比较短一点，比较短一点，所以扣这里比较难入爪一点。现在躺这样其实是比较难入爪，对，然后扣比较准。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容易比较好对准。我猜啊，这边应该比没有那个还要再宽一些，就比较难入爪。你看它的设计，再试，就来试试看。出，喂喂。Nope. 哎呀，优良优良优良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反正刚那一颗已经算少少出了，对啊，快算少少出了，少少出了。哇，丢回去。蛮大门的。跑去那边之后，就变得比较不顺手了。我们先想办法把它夹过来，拉到正门。呵呵，可以倒了。我是应该把那个什么2026是2066，2066把它夹过去一些，先挡一些好了。不然怕他一直卡住，直接。先把它挡一些好了。对啊，稍微挡起来。
继续偏前面。我觉得右门应该不好出。哦呦，哎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短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出哈、哦。嗯。哇，有啊，躺下去了。有了，应该还可以了，快下来了，我怕它下来反而会卡到，先拼一下了。有，哎、欸，有、哎，哎呦，好好好，立杯啊。哇，没有。蛮有力的，蛮有力的。这位置应该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先再捏过一点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好，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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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顿出来了，顿刚刚好。有哎呀，有啊啊啊！我要入进去，捏打不出我。哇，甩太大。有出出，是的，对的，6666有吗？哎、欸，我比八，8888，6666有，好不好？哇，那个打300多块吧，300多、欸，嗯，这一台算蛮好打的，哎、欸，阿秋，换你打看好不好？换我打，换你打啦，好，来，好玩的啦，帮我的观众谋福利一下、啊、，OK， 换你打。哇，两颗了，阿秀靠你了。来，水哦，哦呦，你觉得右边会出吗？觉得右边比较难，右边比较难，先逆甩，捏过去，哎、欸，不错。我来拉爆这门。哎，这个角度好哎，哎，我觉得你运气比我好很多，比较容易到墙外的感觉。有吗？没有吧。两侧捏宝出货哦，应该可以。可以，有。No。有两，刚稍微捏厚了一点，就直接往后丢了。捏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短边应该就比较好入爪了。对。倒爪。哎，溃烫喽。顿甩好了啦，你要用多段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呦，后防线要滑进去，线圈在这一边，会转回去哦。你要干嘛？挡一下啊。好，先这样。这个位置可以挡了啦，挡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逆推，你要不要试试甩打？
他线圈现在在右边，现在他会先试打一下。逆推有点危险，反正摔打摔打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旁边测试完再去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甩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台好好玩啊！哇！哇！先再把它捏到墙位了，还是让你去挖后面那一颗？你觉得你要去挖后面那一颗还是这一颗好？挖后面那一颗好。好，你试一下。有出来一些了。有过来，哎。哎，有了！哎呦！哎呀，哎，这个位置好，这个位置好，位置好啊！好紧张吗？好紧张吗？不要紧张啊！你到底在紧张什么啦？线圈位置是对的了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紧张，一枪，枪位，一枪啊，一枪啊！哦，人比较高。这是要把它捏回去。啊，这个位置不错，这是有点无限墙位的感觉。对，就一直在这边。不过我觉得它躺这样比刚刚好，因为这边是短边靠向我们。短边，现在短边靠我们啊。对啊，你，我觉得它会转回去应该 OK 了。后螃蟹，后螃蟹是不是？哦呦，有了啦，神预测哎，神预测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还要亲吗？不要吧。哎，三颗了哎，三颗了哎，我们三颗了哎，不好吧？第二颗打，第二颗打400，四五百这样子，还行还行还行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样总共打多少钱？我换2000块，这样子100，然后300，500，对，花快1000块，1000块打。1000块打3颗，还蛮划算的，还蛮划算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会再回去开箱给大家看。好的，好，开箱，然后再把它送出去，回去再看我开箱吧。啊，记得影片这边，哥，嘿，我们来开箱吧。那这里有两种，我听说这两盒不太一样，这个好像是比较上一款，然后这是。第二款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好了。这一盒是这样子，它是地图型的，质感还不错。这后面这边有一个蓝白正纸，哎，蓝白猫的正纸哦。说明书是繁体中文的，哎，算蛮有分量的。这边是镜面的，哦，还蛮漂亮的哦。嗯，镜面，嘿嘿，像镜子一样可以照镜子，外壳长这样。它的图案，这边是鲁夫、娜美他们，这边是乔巴、香吉士他们。开关在这里，打开之后有时间呢，还有时间可以显示哦。那我现在开另一边，它外壳这边是比较偏橘色一点的，然后侧边是长这样，一样有。蓝白猫的正值，哎，而且这个壳好特别哦，外壳有木纹状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质感还不错哎，有那种复古加现代的感觉，然后它的图案侧边图案长这样，
也是蛮漂亮的。都看起来是质感还不错，这个比较现代化，复古。我先来听看看这一颗好了，先连线。它如果要连蓝牙的话，这要转盘。这里有个 BT， 在这里按一下，这样就蓝牙模式。音量还蛮大声的。这是转小声，我看一下最大声可以多大声。哇，这么大声哦！它声音很大声哎，而且怎么讲，重音也还不错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一颗木纹的会有什么差别好了。这一颗的电源键在这里耶，还蛮特别的。打开之后，逆时针转，它可以转到 BT 模式。来，蓝牙模式是蓝色的，然后这里亮了橘色灯。我再来听看同一首歌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。它这一颗的话，喇叭是在这一边，这一颗是在这一边，我听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调音量在这边，再把它调大声一点看看。我觉得两颗音质其实都还不错哎，只是我觉得这一颗的音质好像比这一颗还要再好一点哎，有那种感觉，它的重音好像更重一些，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样，我觉得它的人声跟那种乐器的分离度比这个好一些哦。其实两颗都不错，而且重点是这两颗音量都超大的哎，说这么多。我觉得我还是把它抽奖送出去了。那要怎么抽奖呢？首先，先订阅小展子哦，订阅我，订阅小展子哦。那我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，你最喜欢海贼王哪个角色？然后为什么你最喜欢他？就可以参加抽奖，这两颗就送给你咯哦。记得先订阅我，把影片分享出去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大家。拜拜，6666有吗？哎、欸，我比八，你八，八八八八八，六六六六六，好不好？